你们好，我叫安东尼，我今天想告诉你们怎么用 ChatGPT 啊鉴别两个近义词。维持咱们探索特色和特点，这两个词啊，英文的一些是 characteristic，但是原来比较复杂。有鉴于此，咱们经过五个措施。先，我想告诉你们什么是 ChatGPT。下面讨论为什么做。我发挥想什么发现，然后。讨论我自己对这些词体会，而且 ChatGPT 的问题和反应。下面相比 ChatGPT 和两个词的点，终于咱们可以对结果思考。ChatGPT 是一个人为典型对自然语言。可以综合本来的文章。科技家在 OpenAI 多年跟人工智能发展，终于2022发布 ChatGPT 这个软件，用很大的文字库可以不断。上传新文章，而且看一看那文字库找问题的回答。我想用 ChatGPT 帮我区分知识、特色和特点。一般词典对这些词没帮我分辨。这些词但是相同，原来一次不一样。第一次是特点，对我看来，本着我一次是 indicate a perceived quality, make it stand out。所以，你可以用角色入句子里，你的提出特点是全面的。这组织里提示你的提出，形容词是全面。第二个词是特色。我觉得英文一词是 indicate specialization or emphasize a unique trait。你可能用句子里，比如四川菜是这个餐厅的特色菜。这组织里。强调形式这餐厅的四川菜，说他们的专业化。我第一问题是，特点有什么意思？ChatGPT 说，特点的中文意思对英文是 characteristic 和 feature 一样。GTP。技术，你可以用讨论一篇人等等对别东西有什么独特性相比，这对我用来思想广一样的。但是我觉得 ChatGPT 的回答是有点儿含糊，它应该包括一些榜样的句子。然后我问 ChatGPT，请告诉我特色的意思是什么？他告诉我，特色英文意思对特点是一样，便说在强调合理就这样的看法。ChatGPT 不说了为什么特色和特点不一样。虽然他给我辨词，
不一样，但是说一说一堂，因为我觉得这些回答不太好，所以我就问 ChatGPT， 请给我一些榜样的句子，所以我能看看怎么样。这些句子帮表明一些分别，我看看以后觉得对 ChatGPT 的看来。一般如果你想提醒一个东西的特别重要地形，比如人的气质、技术、质地等等，你应该用特点。一般你想讨论东西的独特性，比如一个餐厅特别好吃菜，你应该用特色。最后，我问 ChatGPT 给我新角色，这些是的分用别比较多详细。ChatGPT 翻开，他回答分别一些类型里，第一是独特程度。对他看来，你想说换牌的时候用特色，特点可用指出东西每一个性，不管独不独特。第二是上下文，如果你想透露东西为什么独特，用特色，不是你想比用特点。它的三个分别重点这两个是在脑文入库利用拼录。 ChatGPT 说特点常常在正式的文章利用，因为所指相应是有重力的内涵，特色是比较普通的，所以常常在经常文字里。最后 ChatGPT 讨论这两个词怎么对重点有影响。对我看来这就一再重复的第三个。最后我看一看两个词典，我想比较懂词典怎么鉴别这两个词。第一个是 Placo， 这是一个数据词典，和它的定义在左边这个。第二是 zdict.net， 这是一个网站有很多中文定义和英文的翻译，你可以看看在右边这个。我也包括一个句子三个词典，看看这个这和这个。最后我想给我快快的思考，你可以看看，谢谢。